最近啊，大家都已经逐渐复工了，然而口罩一天不脱，疫情防护一刻也不能松懈。在家憋了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有出门，有很多朋友呢都没有聚上自己的好朋友。今天啊，咱们请到的这一群嘉宾，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困扰，而且对东方卫视的各位观众来说的话，他们绝对都是你的老熟人了。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东方卫视我行我秀家族的各位音乐人，欢迎大家。薛之谦、刘维、罗开元、于思远、唐汉霄，东方卫视我行我秀选手。2005年到2008年，他们在节目中出道，如今十多年过去了，他们在坚持音乐道路的同时，也拓展了各种副业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。今天许久未见的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今晚生活秀。我跟大家相识最短的也有10年多了，一次一次的聚会，我们都留下了很多难忘的一些故事啊。现在我们是云聚会，因为特殊时期。对，你们都坐着，我一个人站着，很有一种给大家上网课的感觉。朱志哥，好久不见，大家好久不见。汉霄啊，为了表达自己是一个音乐人的这个属性，是特意挑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场景，就是万能场景。你现在的副业是修钢琴吧？修钢琴。钢琴师。汉霄，我听说你这个专辑现在发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最近在做专辑，快做完了。对。哇，我们都要发专辑了，好棒啊！哎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思远，你戴的是游泳帽吗？你准备去游泳吗？是。上了。戴着游泳帽。因为宅在家里，头发什么都没办法，然后就戴个帽子，对。哦，你头发也剃坏了吗？我们可以拿掉看一下你头发剃的有多坏吗？薛之谦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薛之谦，就当中这边群聊，当中这边。开元和思源两个人在家里面，好像你们都是商量好的吗？戴这个帽子？对，我是在家没事跳舞会练头转，所以会戴这种帽子。这是一种时尚。洗完之后也是，然后一个哇。你发际线这么高了，罗开元，你完蛋了！开元，听我说，开元，你不要把帽子戴上了，你真的穿得好，你这发型太好笑了，这样不错吗？你妈！我这边，可以吗？天哪，开元，你怎么回事？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刘维脱帽子的时间，我们大家一起请他上大屏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个环节，没有这个环节，偶像都没有这个环节。喂，欢迎！哎呀，美美的，我看到你背后床上面好像有两只小熊，你能解释一下？这是你的什么东西啊？少男心，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置景？这是我为了我们今天这种感觉置景的。你稍微再往旁边一撤，完了，只能露出就这种感觉，就看起来非常的温馨，而且我还有。掌声，谢谢大家。我还有自带的掌声。对，我还有笑声。哇，今天我真的长得很好看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个厉害。